这里没有找到。你们几个快给我去前面再好好找找。别跟丢了，控制左下角的摇杆移动到前面绿色的光圈里。做得好，我们继续跟上去，走到下一个光圈里。别急，阿宝，使用翻滚可以更快速的前进。阿宝，连续点击普攻按键可以释放多段普通攻击，干掉他们。发动鹤拳将敌人打到半空中。按下第二个技能可以发动鹤拳将敌人击飞。宝，小心沈王爷的突进技，用翻滚可以快速躲避他的攻击。嗨，我正在对付大龙和沈王爷呢。今天是翡翠宫试炼的日子，快起床。哇哦，我是哪关的考官？机关阵、擂台赛还是？你要参加师父布置的特殊试炼，该出发了。这。哇！
阿宝，现在都什么时辰了？珍宝展就要开始了，村民们怎么还没来？有概率触发，可怕的是必杀一击。记住 ，KO 技能的释放是有时间限制的。血条下面的黄色槽是 BOSS 的护甲条，当有护甲保护时， BOSS 不会进入击飞、硬直等不可控状态。准备出发前往豺狼寨吧，一定要把失窃的秘籍找回来，猴哥会随你前行的。师父怕你势单力薄在这里吃亏，这根长棍你先用着，在对付一大群敌人时大有用处。
又是一把新武器。怎么样，阿宝？这根长棍用得还顺手吧？我们赶紧继续往后山追吧。嗯，